接下来是台湾师大林凯玉跟国立体大林奕轩，他们两位常常是常常是一起对战的选手，今年还是一样，在四强就先遇到了。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。第一个展演的品试项目是平原。第一个转身侧踢的动作，两个都安全过关。第二个也是哈。第一个平原的展示结束。好，在这个赛制里面，有两场两个选手同时上场比赛，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差异性。但是在差异性不大的时候呢，这个难度就会交给有裁判来做这个评分的一个选择。好，那当然他们会依据规则的一些规范来评定分数的这个给予的部分。好。哦，台湾师大林凯玉07.98分暂时获得领先，差距是非常小，只有0.06。那就看他们下一个太白的展示。太白的展示也结束了，但林奕轩选手是否能在太白的项目能够得到更高的分数？7.96，由林奕轩以0.01的这个微微的差距获胜。